NBA 赛场再现。时光飞逝，弹指一挥间，转眼又是临近年末。体彩杯的英超联赛，一年来给全世界的球迷带来了温暖。哎，你还会调静音呢？很难吗？不难不难。哎，看什么呢？ 吃的，要不给你带一份。我不吃东西。啊？你们一族不吃东西的吗？不吃。啊，行，我是人，我得去吃点东西。 这个呢，是我们人类用的钱币。如果你要是饿了的话，你可以拿这个去买点吃的，啊。其实我知道你也挺聪明的，很多事情知道怎么处理的，对吧？你不是要去吃饭吗？ 那么多废话干嘛？ 马上送我去车站，越快越好。好，我给你安排。